这么一次灾难和这么一个具有历史性的一个事件，用一种非常简单直接的方式来表述。哦，在大理帐篷在这，里面三层房。一共有多少人？死了的、烂的，反正据说是年老死是80多个。活起咱就不清楚。我说你看嘛，你看你自己的，请主动去看那个房子，连钢筋都没得，房子都这么大，腐败。还好死了好多人了，学生在打的白天，真的太惨了。你看那个房子呢，钢筋都没得的，这里面都是腐败一点惨了。威廉，对，金涛，那边那个小学你看没得？那边还有个小学，也是全部爬完了。对。那金花镇我们也是全部捡。前面那个房子塌完了，白起。这个混凝土呢，看上去相当疏松。当然，我们现在在看，可能我觉得这个混凝土的质量应该是很不理想。这个柱子的这一面到这根钢筋的中心距离是10公分，这个保护层显然是过厚了。这面太厚，那显然造成这边的太薄，那么就会形成一个我们所谓的偏心的效果。这个混凝土构件应该是根圈梁，然后呢，这个呢应该是外力在这个地方开始这样断裂，或者说断开，那么背正的构件，这个是正常现象。但是这个正常现象里面透露出一个不正常现象，就是这根钢筋、这根梁在这个地方能断成这个样子，这根钢筋没断，这根钢筋不断。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根钢筋被这个里面拉出来，或者被这个里面拉出来。假如它确实是拉出来的话，那么只能是一个结果，这根钢筋在这头应该有的一根钢筋的弯钩它没撞。我们之所以对它有兴趣，主要是它的钢筋的分布，像这个钢筋和这个钢筋，尤其这两根钢筋这么粗放在这个位置上，不知道是什么作用。没有图纸的话，可能很糊涂。我们希望能回去有图纸可以查，然后解释这个谜团。钢筋这件作品呢，是我们从2008年以后开始做512学生调查的时候逐渐形成的一件作品。因为我们做512越南学生调查的时候呢，是对这个造成学生死亡的豆腐渣工程有了很多的关注。那么这个行为本身和这些5000多个学生的死亡有着一种形而上的关系，他们都是曾经支撑过一个学校。那么这些学生在一次地震中，由于
建筑的不可靠和非常不合格的质量，而致使这些生命消失了。那么在废墟中啊，我们希望能够留下的是这些结构的一部分，这些钢筋。找啥子？不要点糊，你要开玩笑。你抽了吧，就抽，这样子算了，这差根儿，差根儿算了，差多少？讲两个大的，你捡根棒棒根又过去。上斤两块钱，你就拿开走。慢走。回来以后呢，我们想用这些钢筋来做一个作品，用这个作品本身来呈现一种记忆和一种持续的对事实和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这个追问。这个整个的过程是
在我被拘禁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我被放出来以后，我的最大的一个欣喜，也就是我们这个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很多工人，在我工作室附近的一些工人，还是在一锤一锤地将这些钢筋敲直。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有将近200吨。钢筋都是经过200多次这个手工的这种敲击，又恢复到了一个近似于刚出厂时期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非常笔直的一个钢筋，通过某种方式来陈列出来。这个和这个接触就不刚刚好吗？对，那也好，是吧？好，听你的，你又小，你眼睛瞧得见。这件作品呢，是和敲直了的钢筋平行的一件关于5·12公民调查相关的这么一个作品。它也是一个耗时耗工很久的这么一个活动。废墟中的钢筋的原始的状态，就是说我们发现它的状态就是一个弯曲的这么一个钢筋，同时重复的制作另外两根和它一模一样的，尽可能在所有特征上接近的两根钢筋。那么通过这么一个对
一个任意形体的一个非常严格准确的制作，来完成一个我们对某一个事实的一个强调，或者是说对它的一个再次的定义，实际上也是希望通过一种方式来转化我们对生命和对记忆的一种理解。同时呢，我们提出要尊重生命，拒绝遗忘。Thank you.